磕豆腐粒，这是闽菜中的一道著名汤菜，喜庆宴席上常有这道菜出现。选料有海蛎肉200克，嫩豆腐500克，配菜有芹菜25克、青蒜、白菜15克、水发香菇。调料有味精5克、精盐、胡椒粉适量。绍酒，湿淀粉25克。先将白菜切成1厘米长的段，再切成丁，芹菜、青蒜用刀拍一下，再切成丁状。香菇和豆腐都切成丁状。炒锅内放油，下入白菜、芹菜、青蒜进行煸炒。加入高汤，再倒入豆腐，加上精盐、味精，烹入料酒，用湿淀粉勾芡，做这道菜一定要严格掌握原料下锅的顺序，首先是芹菜，接着是青蒜，然后放白菜，下锅煸香以后才放豆腐，最后放入海蛎肉，加入胡椒粉，勾芡时一定要勾成浓芡，最后再放入海蛎子，淋入明油，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。它的特点是颜色稍白，芡汁浓厚，质地细嫩，味道鲜美。